啊，这关怎么这么难呀？我已经死了50次了，虽然我有999999999滴血，但是死亡次数超过100次后，我就无法复活了。哈哈，奶糖，你说的哦，没有通关的话，就给我十个汉堡，嘿嘿，你快投降吧，我可是等着发了都谢了。哼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在我无敌奶糖的字眼里，是不存在投降两个字的。切，奶糖，你是不可能成功的，你还是放弃吧。汉堡，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败之后无法站起来，我一定能成功的，冲呀！别，终于过来了，汉堡怎么样？奶糖，算你厉害，不过前面还有更难的关卡等着你呢，前面的冰块可是很多大神跑步都跑不过去呢。汉堡，你刚说什么？这冰块还真是滑，还好我跑得快。奶糖，算你运气好，我看下一关弹簧陷阱怎么过去，你这么菜，不说50遍肯定也要49遍。弹簧陷阱这有点难度呀，嘿嘿，不过我可以走上面。汉堡，我一次就过来了，你刚不是说我要49次吗？你就当我放了个屁。哦，还有电梯坐，真不错呢。奶糖，前面是冰块间隔跑酷，超难的哦。啊，这也太滑了，而且这个空隙设置的也太难了吧。哈哈，奶糖，这么滑的冰块，我看你怎么过去。可恶，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去。不过这怎么可能难倒我奶糖吗？我可是跑酷大神。哦耶，汉堡，只有这吗？哼哼，奶糖，下一关可是号称半仙都过不去的宝库，你要小心点哦。哈哈，不是吧，这也太难了吧，这怎么过得去呀？哈哈，臭奶糖，终于被我找到机会了吧。奶糖，你今天要是过去了，我就吃奥利给，你要是没过去，你就倒立吃辣条怎么样？好呀，汉堡，打赌我奶糖可没出过。哼，臭奶糖，前几关那都是你运气好，这次你可没那么好的运气了。是吗，汉堡？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，是时候该我表演了啊！哈哈，奶糖，就这吗？失误，来过。哼，奶糖，你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哼，汉堡，我已经知道这个跑酷的规律，这次我肯定能过去。嘿，我向左跳，我跳，汉堡，我过来了，服不服？我服，奶糖，你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这么难的跑酷都能跑过？嘿嘿，那你快吃奥利给吧。